压力大的每晚做噩梦，小珍竟有相同经验。刚出道，然后口条不好，或者是网友嘛拍不顺，制作单位也会觉得浪费他们的时间，也会念你一下。我每一天晚上都会梦到我被骂，对不起，我压力好大哦。之前出外景09不是确诊，我就很紧张，好几次我都梦到我自己中，睡不好，然后就觉得压力很大，然后就开酒来喝，就是一个舒压的方式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